今天晚间有一场非常热闹的演唱会活动，是金融业者邀请到了姐姐谢金燕，还有天后蔡依林以及歌王萧敬腾来做演唱。我们来看现场情形。半夜一点的不歇，浪吹一截眉，清晨每天都玩人的小弟在大火，六零年代欧洲成为地下导演头，九零年代欧洲不足千里，我手拥宝火，立下五十度，每集台前外前十几天，撒哈拉哭了绝对崩溃，神经导演，每天两人集体 K 歌，歇斯底里的宣泄，我想进入深度，放纵无意识罪孽，武装逼人是谁能排队？你是疯如沸腾九头身材，但是温度输掉六块几拍，比谁更重要的是余弦，微笑中要中我陪，管你是小心意是能否为我陪，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，我陪都陪都陪，好，画面上您看到就是蔡依林正在表演她的新歌，而今天这场由金融业主办的演唱会卡司阵容相当坚强，除了蔡依林之外，还邀请来了姐姐谢金燕以及老萧萧敬腾，可以说是大咖云集。